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看一下中国队的角球，外围打门漂亮，中国队比赛的下半场比赛刚开始的第二脚攻门就由16号周海滨将比分扳平了，这是一记世界波。中国队的下半时比赛一上来就表现出了跟上半场完全不同的一种精神风貌。角球被顶出来之后，周海滨迎球而上，一脚怒射，球打得非常的漂亮，步位吃得准，发力很足，球速非常快。对方的门将尽管已经做出了判断，但跑动掩护，后点头球，球进了，2-1，中国队抓住机会，由刘健把球顶进了对方的球门，这是2-1。下半场比赛打到将近1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将比分反超了。中国队利用这次定位球6箭7发，6名队员向对方的门前涌，看最后是刘健。刚才啊，中国队主罚定位球的这名球员王栋啊，这一顿干扰了对方防守队员啊，对方的队员对这个球呢似乎是有点准备不足，那一刹那注意力分散了，中国队的几名队员